晚安，你好，今天礼拜二，天气状况跟昨天类似。迎风面东半部呢，今天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，但是背风面的西半部呢，今天天气状况相对就比较稳定，都有见到阳光。各地白天呢还是比较温暖的哦，高温都超过了30度，尤其最高温台南预警还超过了33度。明天好天气还有一天，但接下来礼拜四天气要有变化了。明天来看，各地天气还是晴朗，温度还是比较高。但后天礼拜四，封面通过，降雨增加，接着东北季风增强，温度要下降，尤其是北台湾。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。我们还是先来看到台湾南边的一号台风马勒卡，在今天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，但未来会偏北走，也因此呢，对台湾没有影响。至于原本的二号梅基台风已经减弱变成一个热带低压了，云层水汽也会并入一号的马勒卡大环流当中，所以呢也不用担心。跟台湾有关的，明天台湾附近呢跟今天的天气类似，主要呢台湾附近明天吹的还是偏东风到东南风，水汽不多，所以呢只有在迎风面东半部明天有一些局部短暂雨，背风面的西半部明天呢主要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。只有在山区午后有些零星降雨会出现，但也因为在背风面，所以明天西半部天气稳定，空气品质会比较差一些些。还有全台各地在中午前后，紫外线指数也会来得比较强一些。而天气转变就是在后天礼拜四的凌晨开始，到礼拜四的上半天会有道封面通过，接着呢中部以北降雨要增加了。南部跟东半部在礼拜四这天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情形哦。接着礼拜五，虽然封面离开，但是东北季风会增强，所以迎封面北部东半部礼拜五这一天云量偏多，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。但是中部南部天气恢复稳定，阳光也会跟着露脸。至于在温度部分，透过地面天气图，只要告诉大家，明天我提到呢，台湾附近吹的主要还是偏东风到东南风，温暖的空气上来，加上阳光持续照射，各地明天白天还是有些微热的哦。在西半部的高温呢，在明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0到32度之间，东半部高温也有机会来到28到29度上下。但是接下来等到后天，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呢，随着封面通过，降雨增加，接着东北季风增强，北台湾在礼拜四这天温度会明显的下降转凉，高温由原本的超过了30度，降到礼拜四大约剩下24度左右。中部东半部在礼拜四温度也会略微下滑，南部影响不会太大。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咛就提醒大家了，明天好天气还有一天哦，所以可以好好把握，洗车、洗衣服、晒被子都很适合。但西半部在夜晚到清晨，还有金马整天可能有局部浓雾，东半部到恒春半岛还是要提防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。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。明天北部地区呢，天气状况依旧稳定的，温度也是来得比较偏高。基隆21到26度，台北22到30度，新北22到31度，桃园21到30度，新竹20到27度，苗栗20到29度。而到了中部地区呢，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到晴，稳定的天气形态。只是西半部地区呢，空气品质还是会比较糟一些。台中21到30度，彰化21到29度，南投21到30度，云林21到30度，嘉义21到30度。另外呢，夜晚到清晨这段期间，西半部呢也要提防有局部浓雾出现。台南23到29度，高雄25到30度，屏东22到32度。就在东半部地区呢，明天迎风面，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机会哦。而温度部分呢，白天还是比较温暖的，宜兰21到28度，花莲21到27度，台东22到28度。而就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，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，明天的下半天晚上之后呢，在马祖地区有些降雨，金门、澎湖多云到晴。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，明天我们提到好天气会在一天，温度也比较高。但礼拜四封面到了，中部以北降雨增加了，礼拜五、礼拜六东北季风增强，温度也会跟着下降转凉。锁定台视气象，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。